修改議事規則，修改議事規則，防止濫用拉布，防止濫用拉布。咁我哋喺度咧，真係要求阿主席繼續咧，為我哋建造啲啊呢個秉承啊呢、這個公道啊，好似以前咁啦啊！如果應該剪就要大膽一剪，我哋甚至而家要求咧。可唔可以繞過咧公務小組？直頭咧，我哋信主席啊，將我哋嗰啲工程咧交翻俾主席啊，等主席喺度審議。舒緩建造業界，反對濫用拉布，反對濫用拉布，修改議事規則，修改議事規則，反拉布，反拉布，修改議事規則。